没有，看见了不？看见一个不好的东西，没躲成呢！我靠！谢谢正好看的香槟，感谢感谢。我直接倒原地就行了呀。谢谢苏木猫的神之守护。我靠！他挂人那一瞬间还打了祭司一下。盲女救人，祭司六鬼。这下好了，他要是来一趟小木屋，血赚。这个人，好像是。是什么？直接满血死的啊！找祭司摸一下。怎么这个人不拍照啊？拍照啊！该拍的时候不拍，不该拍的时候就拍了。卖了吧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卖了。
摸一下呀，摸一下。哇，这条不对，这个约瑟夫真卡。捞一下，金像都不捞了，玩你个蛇！哎，他好像没看见。哟，溜了溜了。他视力挺不错的。打完这把重启一下直播，把码率调一下。真闪假闪。这弹射带来还是有用的。
哟！然后祭司过来吃了一句，撤了撤了，祭司死了。出个球，怎么这么飞呀？好卡呀，我的天！你看那个瓜皮祭司，东西还挺多的啊。
X。